今天上午，鹿鸣杯第34届宁波市围棋团体赛在宁波市智力运动基地落子，来自全市14支代表队70名棋手参加比赛。本届比赛为期两天，最终将录取前八名并进行奖励。宁波市围棋团体赛是我市一项传统赛事，也是奖金总额最高的一项赛事，代表着宁波业余围棋界的最高水平。